时间久了，我的记忆总是出现混淆，哪怕是面对一生中唯一的挚爱，一切变得又远又近。发生过什么？当时我还不知道。生活的真相，常常是口渴饮水，水饥干枯，伸手取果，果即消失。时间在空气里向两个方向流淌，缓慢的这一边流向2006年4月13日下午的2:42，另一边则像倒退的树影，像14年前急速奔驰到我和丁成功以及所有人刚刚开始的刻度。妈妈推着自行车的不安分，这么突然的在那边有了那个人。从空间上看，那边并不远，都置身在线条粗放的厂区里。从我家这边绕过成 L 型的工厂区，走到大门后向右拐，就是红星钢厂的矮宿舍楼。那个人的家就在那儿。妈妈只字不提那边蕴含着一种可能，她随时会全盘否定与那边的关系，像个不可捉摸的赌徒，翻脸就不玩了。哎，我说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我就不去了。哪有啊？哪有？我最近听到一些特别不好的事儿，还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听到什么？我听他们说你妈跟红机厂的一个酒鬼搞到一块去了，他儿子还是个流氓，女儿也不好好上学，成天打扮得跟妖精似的，还在宾馆里面上班。他们嘴可真快。哎，总感觉生活摇摇晃晃不踏实，弟弟小白总是被小混混欺负，但弟弟回家也是只字不提。那是国有企业面临改制，厂区里大量员工被劝退下岗。哎，你别吃零食了，就吃饭了。这么晚回来，马上要期中考试了，学校里补课呀？嗯，那叫你别吃零食了，吃饭了。妈，你这土豆没放盐吧？嗯，没味儿。赶紧吃吧，妈还有事呢。有事儿？妈妈着急要把饭吃完，因为每周三她都要固定去那边。
我给你订了牛筋了。小白，你吃完饭别忘了练筋啊。妈，我昨天刚练过。还想吃啥呀？土豆炖牛肉。土豆炖牛肉要吃吗？嗯。其实你应该吃点素的。明天行了吗？你要去那边就赶紧去吧，别跟我们耽误时间了。妈也没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啊。妈，你走吧，我会练琴的。我吃完了，你们多吃点啊。又是我刷碗，我快去快回啊。说真的，咱俩也领证吧。说什么疯话呀，领什么证啊？这家不是等你的吗？这叫疯话呀。咱们这样不挺好吗？我星期六带孩子们过来吃顿饭吧，两家人一起坐下来吃饭啊。昨天晚上我睡过头了。早饭在锅里，我上学了。小兰，周六我们一起去那里吃一次饭啊。再这么吃大白兔奶糖，我都快成大白兔了。大白兔，这一个月有多少男孩给你写信了？你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？这得压在枕头底下多长时间才能压成这样啊？咱们必须得找一个爷们儿点的，这学校男孩不行啊。真正的男人都得提到广场上，那才是他们的地界啊。你又知道，你去过？我听说那儿经常打死人的，不过我也听说那帅哥特别特别多，特别多。瞧你这样子，半花痴似的。这个挺适合你的，送给你吧。来，拿去啊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请翻开书的第七页，今天我们来学习《沁园春·雪》。你说那歌叫什么？小虎队的歌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薰衣草，串一根。美女，跟我玩会儿呗。玩什么玩啊？走。吹吹吹什么吹啊？有本事提到广场吹去。我去你去是吗？走。去什么提到广场啊？过来玩。过来玩。好玩。来呀、啊。别走啊！哎，都走了，看什么看？
学敢走这儿，找死啊！谢谢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林小兰。要不要去医院？顺这条路往下走，就是工人电影院的后门，赶走。晚啊，学校补课呢？可不是嘛，大学可不是那么容易考上的。哎，你赶紧上去，要不你妈该着急了。三妈，你赶紧的。小兰，你就近成功啊？那天铁道约架是你带的头吗？下手够狠的呀！啊！老板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我今天来没什么事儿，我这帮兄弟来。好了个小的，来了个大的。没听见，你再说。三朝就这点出息。丁成功，少跟我来这趟。这事儿你到底要怎么解决？啊？嗯，毛贝，毛贝，范哥。这是台球厅，嗯，不是打架的地方。台球厅有台球厅的规矩。我说你谁啊？我听您的。球桌上一盘定胜负。啊？右胳膊伤着呢，左手来行吗？开球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找这个的吧？是我的，谢谢。蜻蜓很美，玻璃做的。还给我。看这姑娘文文静静，说话语气这么足。
再等等吧。妈的，这个怂孩子！不等了，不等了，吃吧，吃吧。回来啦！哥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回来晚了。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？阿姨今天带着家人到咱们家吃饭，怎么不叫人呢？阿姨，哎，吃菜。来，小胖子，吃点鱼，欢迎来我们家做客。哥，人家不叫小胖子，有名字，叫小白。还有这位美女姐姐，叫小兰，漂亮吧？这是我们家成功，从小聪明，这要不是他妈妈死得早啊，他一定能完成学业。现在在技校上学呢，将来毕业之后，什么工会啊、团委啊，一定能进去。小兰也不错呀。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啊，一定得飞黄腾达，我们也能那句词儿怎么说来着？吃菜吧，吃菜吧。是是是是，吃，苏阿姨。丁成功长得是挺好看，哎，可惜这么小就已经不上学了，也不知道老丁是怎么想的，怎么教的。教什么教啊？他爸那样，老爱喝酒，又爆粗口，连成语都不会说，还教。丁伯伯做的饭挺好吃的。除了做饭呢？就是能喝酒，比爸爸能喝。你别拿他和爸比。他不配。你急什么急？就是比爸能喝嘛，我这也是实话实说。小兰，妈跟你说两句。妈知道你丁伯伯没法跟你爸爸比，谁也比不上你爸爸。可是你妈妈故意找这样的男人，是因为你长大了会知道，你爸爸他会理解我的。我妈昨天出去了一整夜没回来，您起这么早就是想听这个吧？
老板，来个油条。哦，王强，现在上学都这么辛苦，起这么早。你不也挺早吗？是啊。胸前这东西，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我胸前这个东西叫做白琥珀，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唯一纪念。你看看吧。你就一玻璃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玻璃这东西还真跟其他东西不一样，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熔点和沸点，只有到1300度以上，玻璃里的氧化钙、二氧化硅和氧化钠才能被烧制成型。还有，你的白琥珀能把整只蜻蜓在高温下塞进去，活蟹。你还真懂啊！我喜欢这个。我先走了。谢谢。还有，我那不是夜不归宿，我那是给他们腾地儿。你那么替人着想，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？谢谢。哎，那么贵重的东西，看好了，别再丢了。小白，嗯，他们刚怎么打的你，你就怎么打回来。他们不抢我东西就行，我不打他们。记住，林小白是我丁成功的弟弟。知道了。你身材真好，你要努力，你也可以。哇，这可是终结者的胸啊！清明节到了，爸，你还好吗？妈妈、弟弟和我，一切都还挺好的。当年找这块墓地呀，可真是费了劲，现在可说是风水宝地了。
说你还把脚崴了，扫个墓穿什么高跟鞋呀？这不第一次见你老婆吗？总得打扮打扮啊。哼，下回啊，我陪你扫墓的时候，我穿身西装。嗯。别闹！小白的爸爸是埋在这儿了？没有，他这种派到这里的工程师是不习惯和本地人待在一起的。喝点酒吧。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听说这里都要变成商业用地了，说厂区也要改制。改制？改什么制啊？这么多厂房，这么多工人，说改就改啊？切！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？你怎么不去厂部啊？啊？要不你工会，这不白白浪费吗？白学了。不想干那活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喜欢当总理？就喜欢吹玻璃。你吹个屎！有工作是件好事情。老丁，你发什么火呀？吃饭了。这不好好学习呀，上不了大学也就罢了，怎么也得进个工会吧？啊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吹玻璃。吹玻璃怎么了？你说吹玻璃怎么了？我就喜欢吹玻璃，我就是喜欢吹玻璃。玻璃干净，我就喜欢吹玻璃，怎么了？就是喜欢吹。丁，你发这么大火干嘛？没事啊，小白没事。我呀，我也是个八级钳工啊，年年先进工作者，没想到这小子混得连我都不如。我不是让你去托人吗？连酒都给你了，你冲我吼什么呀？我没送。回头我把酒带回来给你啊。哎，真真。哎。老板。在哪儿呢？你怎么跑来了？我们三个偷着溜出来的。老爸他喝多了睡着了。两个冰棍。吃冰棍，吃，吃嘛。谢谢哥。哎，小胖子。好，拿着干嘛？吃啊！哥，你还生爸的气呢？丁哥，钟哥，你先收了。哎，丁哥，丁哥，丁哥，小白，打个枪吧。好啊，来。哟，神枪手、啊，还行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小兰姐，你打一个吧。
打一个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哥，你教他，快点的。从这点往那点。看这儿，瞄那儿，冲这儿打。哇！娘，太厉害了！品鉴完毕，还不错。喜欢吗？我问你啊，你高中毕业以后打算去干嘛？想要看电影、滑冰、打台球。打架把你带上。嗯，行。哟，看样子你这愿望好像很快就能实现了。丁成功，大白天的带你马子出来玩浪漫。老子等你落单等得很辛苦。你谁啊？我们这些小鱼小虾呢，你不记得也无所谓啊。你啊？谁啊？那天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没想起来。你人不是很多吗？我告诉你，丁成功，今天我要干你。还笑？要干我？兄弟们，怎么弄的呀？二三啊！大哥，他跑了。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怂货，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真能追，追了几条街了。你不是很能打？我能打不代表我傻呀，我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项链丢了。被那个人给拽走了。找他算账。我该回去了，你送我。走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啊？怎么那么多伤？啊！你跟人家打架了？啊！放心吧，乖乖给我送回来的。我就知道那帮人怕你。之前那花都配不上这个花瓶。
对了，他晚上不跟咱们去吃饭了。哦。哥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老不着家呀？我哥跟黑皮出去了。来，小兔崽子，不是想就是。鸡蛋，吃饭了，太香了。黑皮是谁啊？就是搞水上不相机那个人。爸，你不知道，那黑皮搞的都是高科技发明。屁，我们厂才是最高的科技。说你哥，哎，瞧人小兰，都是在一桌子上吃饭的人，好意思的，以后还能在一起吗？不是，你再看，再看也是炼钢炉子和架子。黑皮啊，这马上就成为废铜烂铁了。我知道啊，这个消息我早就知道。咱把这些低价收了，再高价卖出去，然后就发财了。哎，来，哎，好，把那个放上面。来，放下，能拿动吗？哎，我能拿动。哎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。把那给我，看你的啊！来，这给我。哎，走，真是。哎，这个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干啥呀？走，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爸，啊，哎呦，爸，你听说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黑皮。哦，黑皮。啊。哎，停着，先停下，先停下，这是国家东西啊！不不，这都是破烂。厂子里大部分都停工了，我在帮国家改制。你帮国家改制啊？国家改制那是国家的事儿。嘿，你我，爸，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呀？那这个你怎么把这个卸来了？这发黑银财啊！爸，这没人要了，我们就收了。都是破烂。爸，消消气儿。你看这厂子都黄了，你过两年也都不上了，你说你跟我们在这儿较什么劲啊？
我这次终于考上了。哎，你看这是你的，你来，考上了。听说考的特别糟糕，因为影响大学，你知道吗？考上了，谢谢。哎呀，终于在上学了。钱多不多啊？哎呀，不多。鼓励，鼓励，你别跑啊！你打算复读吗？小兰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要有一个新的生活了。祝贺你。嗯，哎，我先回家了，我爸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我都怕他揍我。先走啦。录取通知书00350林小兰，您符合我院录取条件，北学院汉语文学系录取。行了，行了，拿了。都要跟我分开了，还这么开心？谁说我分开了？我可没说要分开。火红的玫瑰送给你，哒哒。怎么了呀？上大学这皆大欢喜的事儿还不开心啊？怕从此我们就要分开了。坐稳了，小心，马上到家了。苏阿姨，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们俩多长时间了？你昏头了你啊！将来上了大学，大学同学里面随便揪一个，都要赛出场去几条街。那你为什么要跟丁博刚好呢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苏阿姨，你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小兰，小兰，丁成功不可能是你的理想，是不是？那丁伯刚就是你的理想。好，我下个礼拜就去和他分手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妈和他分手，不是因为你。我说到做到，下个礼拜就分手。
我跟丁成功不是为了跟你赌气。妈理解你们年轻人的好奇，但是小兰，你是个有志向的人，你会飞得很远。厂区真的不是你的未来，你现在都已经考上大学了，就要去外面看精彩的世界了，什么都拦不住你的。妈妈和丁伯刚的事情，比起你的前途，事情太小了。就算不是为了妈妈，也要为了你的爸爸。你知道他对你的希望。回家啊，走了啊。下跪就行，咱也犯不着求谁。再说了，我最近吹玻璃，吹得还挺好的。想什么呢，成功？打球。冲哥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怎么弄的？啊？什么什么怎么弄的？你哥的脸。脸？骑自行车摔的。我哥骑自行车，怎么又骑自行车摔的？不怕天，不怕地。哎，今天可丰盛了。你知道今天做了什么，小白？啊、今天有虾，有虾，有鱼，还有肘子。你想不想吃虾？想。嗯。好，吃下去。今天晚上是我们两家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最后一顿饭？为什么呀？小兰姐去上了大学，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吃啊。这阿姨要跟我分手，哎，这个，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两家人最后一次在一起吃个饭，啊，挺好的。所以今天大家敞开吃，敞开喝。那我先接小兰吧。小兰啊，
这杯酒我敬你，祝贺你考上大学了。哼，替我们两个家人都争光。我爸说的对，小兰姐，恭喜你，我敬你呗。孙阿姨，我也敬你啊。叔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谢谢你，小白。小白，你喝什么酒啊？你又不会喝酒的。哥哥姐姐，我敬你们一杯。慢点儿，你还喝啊？小白。小白，你干嘛呢？小白，你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伤着没有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妈，我不想分开，我喜欢这个家。哎，哥！小兰，回去吧。小白，你带我去哪儿？小白，啊，小白，你干嘛？小白，干嘛你？小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妈跟你爸分手了，成功哥也跟我姐也没在一起。只有咱俩好了，我们这两家才能再在一起。你傻呀！如果关系能那么简单，那他们就不会分开了。小白，我不管你把我当姐姐还是当什么，自从咱们六个人一起吃饭，我已经把你当我们的亲人了。不管将来他们俩关系怎么样，但你在我心里是我弟弟，亲弟弟。真的，我喜欢这个家。
给你个惊喜。干什么？怎么不吃啊？你真变挺多的，头发都那么长了。这不人也变帅了。早餐挺好的，心窝窝里边暖着呢。听说小白毕业以后离开厂区了，他没考上艺术学院，跑到南方去了，妈要拦都拦不住了。要我说啊，他压根就不喜欢钢琴，非逼他学钢琴，他自己的理想。他挺单纯的，那会儿居然还相信你爸跟我妈会一直好下去。你没相信过？这是工地，不能进！来人！走！走出去！快！哎，师傅，你好，给你打听点事儿，你们这片儿有没有个姓丁的下岗工人啊？好喝酒的，他好像有个儿子，挺调皮的，就在十字街开了个玻璃屋。我认识他，出什么事了？他昨天跑到我们工地去了，具体人事不知道，被我们工地的工友抬着宿舍睡了一晚上。我跟你去。老丁，我是苏琴。好吗？早搬出去了，跟着黑皮打点公司的事儿，准备要结婚了。哦，要结婚了，那挺好啊。什么时候办啊？嘿，老嚷着说办，说是要等着这个。等钻戒，等这个婚纱，还有什么新公司成立什么。没看出来哈，真真找的这个老公还挺有出息的。什么出息？我老说挣黑心钱，倒买倒卖，早晚出事儿。哎，这个花瓶是陈工做的吧？啊，是以前给我做了一个，我给摔了，这又让他重新做了一个。别说啊，成功这孩子还真是挺有天赋的。什么天赋？管不了了。哎，没找人吧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炒俩菜，咱俩喝两杯啊。哦，不了不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，改日陪你喝。哎，对，你等着。看，
这两年呀，闲着没事儿，老往工厂跑，我就捡了一些废料，自己攒了一自行车。正好你来了，起走吧。那苏杰啊，你瞧，这车铃忘按了，你回来想一安上啊。哦，慢走啊。哎，好的。时光如梭，四年的光阴就这样匆匆而过，我将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，那个让我至今纠结魂牵梦绕的丁成功。你迟到了。哎，走你礼物。哟，真可以啊，都可以拿去卖了。当然了，不知道我花多长时间做的。那，你打算以后一辈子就做这个？一辈子？嗯，没想过，现在开心就好了。我找了一个学校，以后当老师。好，在哪儿？在外地。喂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不要去弄什么野花，行不行？你说的我都听懂了。你以为你很帅是不是？你以为你很特别？你以为你这样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就可以解决这些事情？现在快乐开心就好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本来可以不用答应你再回到这个破地方来跟你见面？这里，离开厂区。离开这里，我去做什么？我只喜欢玻璃。挺好的，我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想为我改变什么，你从来就不在乎我。小兰，你可以回来啊，回子弟学校做老师啊。我从离开厂区的那天起，就没想过再回来。一跳，你把这些个废铜烂铁都搞到家里边干嘛？哎，坐坐坐坐。怎么了？
没负伤啊？负什么伤啊？这不好好的吗？撒谎！你又跟我撒谎。没有啊。雪儿家长刚才找过我，向我告状说你打了他儿子，他儿子打了你。没有，爸，这大家都猴年马月的事了，我这不心平气和的在那吹玻璃呢吗？哦，对，哼，对对对对对，心平气和的吹玻璃。哎呀，你小子成天在电影院台球厅打打杀杀的，这容易受伤啊。马上就快16岁的生日了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你自己好好看看啊。我马上给你做饭去，吃饱了饭上学去。新娘那边一靠，哎，对，好好好。我这次回来是参加真真的婚礼，但我最想见到的还是她。其实还有很啊啊哦，对呀，请爸讲话呀。苏阿姨，成功。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没请苏琴阿姨来呀？我苏哎，她来。爸，小兰也来了。成功，我出去一趟，去找一下苏琴阿姨。老丁，老丁，老丁，我怕他干嘛去了？他让我请苏青阿姨，我请了呀。把他，哎，老丁，老丁，丁伯哥，哎呦，哎。告诉我，真真的婚礼才刚开始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。进去，喝喜酒去，都等着你了。我去找苏晴。我不就苏晴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老丁。
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去拿去，包邮。这么大方，那如果我连这的老板都要呢？听说咱们这片厂区就快要拆完了。差不多了，没准啊，等你下次回来，可能就看不到了。帮个忙吧，这两个谁更顺眼？要是结婚了，你舍得吗？如果选错了的话，我这玻璃屋还会在这里。
爸出事了。爸怎么了？出事了。想什么呢？嗯，来，是我的。嗯，妈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啊？小兰，告诉你。你丁伯伯他走了，去世了。小姐你好。太多了，站住！快上！站了，站了！又是你，阎王子。从离开厂区的那天起，就没想过再回来。你打小啊，董阿姨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。你看看现在留在厂子里的人都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？啊，你们家弟弟小白回来了，赶紧上楼去吧。哎呀，妈。
动作快点啊，把这些东西赶紧装车，咱们就走了啊。哎呦，你们快点吧，搬呐！我这说着话你们就不干活了，邮这东西别收了啊，一点钱都不值，还不够我邮费的呢。一会儿二厂还有大单子呢啊。哎，哎，你谁呀？拍什么拍呀？你别拍了，听见没？你别拍了，拍什么拍呀？姐，小白，小白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消失了那么久，你知道我多想你吗？你想不想我这个珍珍姐呀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想当年，坐在餐桌上的四个年轻人早就灰飞烟灭了。郑公哥，这是当年我在餐桌上拍下的照片。郑公哥，你说的对，当年那四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依然是我当年心目中崇拜的那个陈功哥。其实有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憋了很久，我姐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把她放走？玻璃干净，我就喜欢吹玻璃，怎么了？老丁，你发这么大火干嘛？你跟王鑫还好吗？嗯。那你回来这么多天了，他没事？我怎么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妈，你先上车吧。你跟黄鑫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？要过不下去了？黄鑫到底有什么不好？黄鑫没有不好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应该知道我过得并不快乐。我一直都用我的理性压着我的感情。妈，我过得并不幸福，这会是你想要的吗？那会儿我听了你的，我也听了自己的，我离开了他，我离开了这里，我住进了别墅。可为什么我心里老想着，老想着十字街的玻璃屋？你知道你这么做真的是太自私了。你知道什么是母亲吗？母亲是那个只希望你过得好的人，那个可以为自己孩子牺牲一切的人。你当真以为，你当真以为后来我就没有爱过丁伯刚啊？我是为你好。我恨透了你总说是为我好，你让我每一步都顾忌着你。你想不到的，我有多痛恨现在的生活，
我多讨厌自己，我成了你苏秦的小兰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我自己而活。对了，你提到丁伯刚，我倒挺感谢的，因为你们，我和丁成功才能在这辈子活上最深刻、最灿烂的日子。你讨厌你现在的好日子？你以为你和丁成功在一起就真的会快乐，真的会过得灿烂吗？你还真的打算回去找丁成功了是不是？真谢谢你替我出的好主意，我就一条路走到黑了。反正我日思夜想，就是想回来见到他。怎么样，配得上吗？品鉴完毕，还不错。就他才配你。